周总，我们在树林里遭到了他们的伏击，伤亡惨重，不得已放弃了跟踪。小左举，你们追踪别人都会被发现，真是太不小心了。是我的疏忽，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要追踪的人身上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。 军统的人也是很狡猾的，也许他们在后面还有呼应。小泽君，你真该用一用你那个脑子了，啊！嗨，是我的疏忽。小泽君，我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新的侦察队，沿着刚强的路线继续追击。嗨。